陈柏宇第二次红馆演唱会在一片欢呼声之下圆满落幕。今次 Jason 称为他入行以来最花心机做好的一次演出，究竟有什么心机被观众看到呢？头场表演嘉宾请到黎明现身，究竟是什么事这么大面子会请到 Leon 出演？背后原来有人默默发功，他又是谁呢？今次的演唱会名为 Fight For， 换言之即是要为一些事情好好去争取。整个演唱会我可以视为有上下半场的。先讲上半场，陈柏宇他以说书人的身份将自己的成长故事和大家分享，依照着故事线的娓娓道来，同时亦为歌曲注入新的生命和新的解读空间。例如讲到他小个的时候面对亲人离异，用尊严这首歌去讲述一位小朋友面对着亲人离异的心理状况，以及亲爱的仇人别怕失去，去揭开童年的这一章。就在这了段魂曾遗忘的尊严，勉强再刻到你还是没意义，仍然感激你赠我最痛日子。无情地赠我伤痕，长留在此。那个人没有失去，失恋后那需唏嘘，懒理性生命数，难力到最高就会倒退，占有时别怕失去，松手后流过的泪也会重复十四句。紧随其后亦都有用到《让子弹飞》《结》《感情这回事》等等歌曲，去讲述到这几年来社会的动荡不定，面对着社会的气氛，我们应该如何地挥霍好好的生活呢？当唱到日后的时候，荧幕上面播出了好几位已经移居到海外的港人生活，当大家看着他们过着好的生活，一边送上祝福，而同时亦都见到他们流露出挂着香港的感情。当 Jason 在台上面唱着日后的时候，荧光幕上面播着一个又一个戴着口罩互相相拥依依不舍的画面，即时联想起好多我们的至亲友好都是这一年要向他们讲再见，而日后这首歌在这个时候出现，正正就是赋予了一个时代的新生命。其实近年有不少演唱会都是这样的，头半场会视为是歌手他自己很想透过一次演唱会去表达给大家的东西。毕竟一次演唱会不同普通商演就这么单纯唱两三首歌，如果你说唱两三首歌的，必然是要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但现在要 handle 两三个钟的演出，当中是可以蕴藏着很多不同的信息透过歌曲去表达的。
而这些歌曲往往都未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热作品，所以我会觉得今次 Jason 的选曲上面是勇敢的。毕竟上半场的选曲安排我会视为是任性的行为来的，但是当中背后亦都有很多不同的信息，这些信息我想亦都是 Jason 在这两三年时间里面在心里面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说话。但你说在场成万位观众有多少人是真的完完全全 get 到 Jason 想讲的说话呢？不知道的，或者能够明白的就是 Jason 的知音人。而今次演唱会上下半场的分隔线就有天王级的嘉宾出现。在头场演唱会当中找来天王黎明的现身，令到全场陷于一片疯狂的状态。咁跟住我问个，帮我 set mic 个，喂，我想问问你，喂，Jason 今晚唱得多唔多快歌啊？都多嘅。咁我话，咁你觉得佢啲歌快啲啊，定我啲歌快啲啊？佢话咁啊，你嗰啲快啲啊。咁我死啦，我咁夜系咪先？如果上嚟想唱只快歌，咁帮下手，越夜越有机。越夜越眼瞓，有機嘅有機嘅，唱就唔眼瞓咯。不過唔緊要，就算我點都好，等多個幾鐘都冇所謂啦。因為你知道啲行咧係咁嘅，多謝。即係通常咧，壓壓氹氹咧就成世噶啦。但唔係我哋呃你哋，係我哋俾人呃硬解啫。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通常咧講老實説話嘅咧，就係朋友嚟嘅。係呃你嗰啲人咧就自由。你明白嗎？越近你嘛，你察覺不到啊。有嘅真心説話先知，一定要真心説話先至可以慢慢變成你的自由。唉，係咪？試下先。咁啊，但係唔緊要，啲個零鐘唔緊要，我喺後邊咧聽你唱歌啦，音質好啦，個聲又 keep 得耐啦，仲咁好聽啦，所以一流。所以不能說話，加油唔使啦 ，Jason 好加油，努力唔使啦 ，Jason 好努力，仲要 Jason。是一個很好的歌手，多謝。Good luck, thank you。我哋要行完呢場啦。可能作為觀眾會好奇，黎明同埋 Jason 佢哋點解會認識嘅咧？其實喺幕前上面咧係有過一次嘅合作演出嘅，正正就係黎明之前推出《顧家》呢首歌，裡面嘅 MV 咧就係揾咗 Jason 擔演其中一角噶啦。今次。我想某程度上亦都是要支持这位后辈啦，而同时间能够有天大面子请到黎明出山站台做嘉宾，记住啊，这一晚还要是 Leon 生日正日的前夕来的。在这么重要的时刻不陪家人而走来做嘉宾的，究竟是哪个能够有这么大面子请到 Leon 呢？背后正正就是这位唱片公司高层 Ariel Fong， 他任职新力唱片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由千禧年头黎明在 Sony 做歌手的时间， Ariel 已经是公司高层来的了。来到了陈柏宇加入公司的时候，究竟是谁个签入来的？正正就是 Ariel 了。所以他绝对是可以说是见证着 Jason 每一步在乐坛在公司里面的足迹。来到了 Jason 今次红馆开演唱会这么大件事，当然要亲自出马为 Jason 找来最靓最劲的嘉宾。那当然你肯找的同时，人家都要肯答应才行。其实没多久 Leon 才参与完宝丽金的50周年演唱会，同样是因为以前旧老板叫到 Leon 就答应出席，而同样去到 Sony 时期旧老细叫到 Leon 也再次答应成为嘉宾。可见得 Leon 真是一个很重情重义的人，旧老细叫到我依然二话不说走出来支持你。我爱你，我始终要飞。
当重量级的嘉宾登场过后呢，就正式进入今次演唱会的下半场，亦都其实已经是到了 encore 的部分的了。这个部分 Jason 讲到明了，就是要唱一些因为上半部分个故事线未必能够放到入去，而大家又好恨听、好想听的旧歌、经典金曲时间。有哪些歌是未必能够放到入去，而大家好想听的？例如这些啦。Thank you.
今次嘅演唱会咧就以一曲《永久保存》嚟结束，好似歌词里面咁讲：今世不靠运气，只靠在患难亦撑我的你。可以用呢首歌嚟送俾在场咁多位歌迷，亦都让今次嘅演唱会成为 Jason 同埋咁多位歌迷当中唔会忘记嘅呢两个晚上。今日你同大家分享 Jason 挥霍演唱会咧嚟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条片嘅，希望得到你嘅赞好同埋留言啦。有啲咩感受想同我讲嘅，不妨都可以下面写低啊。若果你同样系中意广东歌，中意呢类型广东歌嘅影片嘅话，希望都能够得到你订阅支持，记得揿埋钟仔，下次有新片抢先睇啊嘛。下条片见，拜拜。